早安，来吃早餐。这个是 Lawson 的 yogurt， 买了很多这种饮料。yogurt， 它里面就是白色的 yogurt， 要把那个坚果加进去。哦，它那个好硬哦，它的坚果好硬。它的 yogurt 是无甜的，原味的。哼。好吃吗？你觉得？哦，其实配那个葡萄干就还好。对，配葡萄干，嗯，可是就是感觉在减肥。我们也有买玉子烧，用手。你直接用？我有加热了，加热。你可以搞，哎，好好吃哦，它是甜的，嗯，还蛮好吃的。谁要吃玉子烧？蛮甜的。是喝饮料？你要喝这个吗？好，一起喝。它好像是有颗粒，所以它的吸管是附粗的，双层吸管。哦，我的是只有果汁而已。哦，你是没果汁，我的是白桃什么牛奶的感觉。怎么样？就有点像白桃 yogurt 优酪乳，白桃优酪乳，蛮好喝的。有果肉，你要不要看？不好喝，很怪。没有，因为我先喝这个。哦、oh, 就是，你的好喝哎，就是补铁的，就是蔓越莓跟蓝莓跟覆盆莓，嗯，是吗？覆盆莓。我觉得我戴这个眼镜好像 John Lennon， 都没人理你。我们明明在录影。我要再，我又不敢说。那我要再喝一个，这个是柳橙还有什么的热带水果，好像不太一样哎。香蕉比较重，它有香蕉味哦。香蕉，你可以吃到香蕉的感觉。对，爸爸买的果菜汁，好喝。眉毛好有戏。里面有柠檬、奇异果、番薯跟红萝卜，好健康的感觉。你喝不到，吸不到。这个还蛮奇妙的口味。怎样读不到我的反应？可恶！你知道？他就喝了，然后就看他一个皱眉，然后他就马上露出微笑说，然后没有讲话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果汁有诈。那你要不要顺便讲一下这个拉面？这个是 Lawson 的最初的吗？它是一个很健康的感觉，然后当宵夜我觉得蛮适合的，就是鸡肉盐味拉面、嗯，然后它里面有高丽菜跟小玉米什么的，看很清爽。嗯，看起来。就是没有酱油色，完全不油。果菜汁的话，记得先避开这个口味，好不好？这口哎、欸，搞不好有人喜欢啊。哦，对啦，搞不好有人喜欢，但是先避开这个口味好吗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。我们到迪士尼了，有，大家都十万火力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在捷运上面的时候，大家就争先恐后的想要下车了。我们今天来的是陆地，哎，进到门的那一段路比明治神宫的那一段还长。可是爸爸都没有跟我们讲，因为他太 enjoy 了。没有啊，就是必经之路，必经之路。赶快跟我分享你最喜欢迪士尼的角色是什么？你们应该都知道我最喜欢的迪士尼角色是哪一个角色吧？捷宝，你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？我最喜欢彼得潘。那个八宝呢？斑比，鱼宝，孟汉娜，超怪，谁？谁啊 ？I love you, my Lisa。你家在哪？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 make yourself at home。 No, this is my home. This OK 你的漩涡红里里里里里哈里里里里里里
个扭蛋机耶，超可爱的。他们两个都买了一个屁那个兔子的尾巴。啊啊、后面拍起来超蠢的。超蠢。就是感觉长了一个肿瘤。然后我刚刚嘲笑他们买兔子尾巴很蠢，可是后来我自己也买了，捷豹买了这个爆米花桶，然后三眼怪爆米花桶就是限定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超可惜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买头饰，再进行之后的游戏。前面两位屁股有事吗？到比萨星球，欢迎来到我家。好可爱哦！你看我买了一组哎。你要是让我可爱。这是他的眼镜，然后跟他的头箍，超可爱的。我今天很整体，你看，就是从头箍、眼镜到下面衣服到我的包包，你看他们三个排挤我。觉得我是不一样的，没办法，走在尖端的人总是孤独。好多人在白吃的，我们在明日世界的餐厅，超多人的。开箱开箱，真的是哦，好搞笑。米奇的汉堡，这个啊，这应该是牛肉。这个是什么堡？这个搞了啊，鸡肉。我们点了一个玉米汤，然后 chicken nuggets， 还有薯条。嗯，怪是米奇的哎，米大大可以吗？等待放烟火，旁边是爸爸，然后我把我的尾巴挂在这里。广播说因为 weather concern， 所以烟火取消了，超可惜的。爸爸，天气哪有差？其实云还蛮多的呢，可是超多的。不知道哎，反正今天看不到烟火了 ，so sad。然后那我们就再去玩一个设施了。没有看到烟火就拍夜景的城堡吧。Hello， 现在我们已经要离开了，刚刚疯狂的购物。累，超累。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已经要准备出去了。虽然说现在已经超过10点闭馆时间，可是大家还是在疯狂结账。柜姐忙得不可开交，我们现在等朋友，我们要准备回池袋了。真的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从迪士尼坐车回来，然后现在要来是无敌家，因为无敌家门口都没有人。
们在研究无敌家的盐，听说无敌家的盐好像很有名。好啦，好累哦，不过还是要吃拉面。哦，无敌家拉面呢？